所谓说要高放风筝不断线，就是要把那个作品啊作为风筝来比较，那个风筝要放得高，就是你的作品都是一个普通的，要超一般的生活，但是呢高的不能吃力，因此呢我就尽量要把这个高级的东西能够到群众的欣赏水平啊拉到一起来。 我看到的这一群船，那个船身是短短的，都是横线一片，那个桅杆的线是很尖尖的、很长很长的直线，这个横鱼直接对比，这个桅杆的线还有倒影，把这个线呢更拉长下来了，而且这船呢都是白白的，很浅，天空也是亮的，水也是亮的，整个都是白白的，里面呢那个黑的深颜色的蓝的那个帆呀，在里面很重。 那个重点在里面呢，好多音符啊，黑点，所以我看到呢，横、直、黑、白，那个黑点构成一种腔调。所以这个横字的唱腔，加上这个海浪的弧度的线，加上叶子挂下来的曲线，海浪的曲线，加上天空的云啊，所以曲线包围了中西横线的直线，直线曲线这个竹调，弧度的线呢是曲线，是这样一种唱腔。 吸引我，就是这里面有一种美感。吴冠中是中国现代话巨匠，十几年前，中国以外少有人知道他是谁。然而近年来，吴冠中的作品在国际艺坛上备受瞩目。今天，他年已古稀。 但还是不辞辛劳地爱走遍天涯寻觅素材，数十年来不停地写生和创作，作品之多不计其数。吴冠中的一幅水墨画高昌遗址，去年五月在香港的拍卖会上以新币45万元成交，创下了再生中国画家作品售价的最高纪录。吴冠中的名气一时震撼艺坛。 吴冠中的画作目前在市场上身价百倍，但是他和家人仍然过着非常清简的生活。我现在也已经71岁了，过去呢，因为长期这70余年来生活都是很简朴的，都是条件不好，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要求不高。我死后生前呢，尽量把我的作品啊，唱到的高一些。至于这些作品到了国际上去。 它会价钱比它高了，可能炒来炒去啊，什么能赚钱了，这些事情我就不能掌握了。当然，我看到它价钱高，我也是高兴嘛。你别人赚钱也可以，就是说明我的作品能有人欢迎，这个我就高兴了。我倒不一定自己来控制我的作品砸多少钱，这也不是我所能够管得到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可笑的呢，很多假画出来了，太难看，这个是我很反感啊。如果真的话，才砸了钱了。 那个我也不妒忌，但是这些假的话，我是我感觉到很反感。哎，我画画就是从来没有考虑到商业价值，所以我过去70年代那些画都没有签名的，年代也没有，为什么呢？当时还签名啊，当时还反对。
是农民种地，他都不签名。你画一张画，你要签上你个人的名字，好像你是个人主义，有这种气氛。所以我们画的话不签名，也不记年月，画了就藏起来了，完全是一种纯感情的把它寄托画出来，所以没有一点商业社会的那些干扰。这倒也是很好的一个是真正认真创作的一个阶段。 一个有心的感受，我觉得在自然里面的美感，我发现了一种美感。这个美感可能别人没有看到，我要把我的美感呢表现出来，让人家来看到，有这样的美感。等于一个人啊，像大道亨这个新鲜的野兽啊，人家没有见过啊，人家捞到一条鱼啊，很久没有见过的鱼啊，是这种欲望。所以有人说钓鱼的人比吃鱼的人还要快乐，我觉得这是正是对的。 创作之后，如果能画些张好画来就说，那种高兴，比你以后作品整个商品你卖到几百万都高，你在这得钱高兴，没有我创造出来就是那个高兴，我不得钱，但是我创造出来了，那个时候那个高兴是非常愉快的，所以讲钓鱼的人比吃鱼的人享受的更多，我是体会是这一点。 吴冠中是在1919年诞生于中国江苏省宜兴县的一个农村，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员。他早年就读于无锡师范学校，虽然父亲期望他当教员，但是当时同学们都自嘲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因此15岁的吴冠中便转入工业学校，以期毕业后职业有保障。 然而，就在他17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美术。那时候浙江省啊，全国这个学生啊，利用暑假要集中军训，军事训练。那么所有的高中学生啊，都在一起训练。那么有个杭州国立艺专的一个学生叫朱德群，今天在法国也是个很有名的画家。这他呢，同我一个队里面编成同一个。 军训的班里面，这样我们认识了，他就带我去参观他的学校，就是国立杭州艺专。一看以后啊，我就喜欢的不得了，觉得非学不可，因为你小时候想学文学，没有学成，可能这种感情呢，在美术上爆发了。所以这样的机会呢，后来我就转学了。在7年正规的美术教育中，留法画家林风眠。 启发了他对西洋画的艺术观。中国画家潘天寿指导他中国画的绘画艺术。1946年，27岁的吴冠中考获公费留学法国，进入巴黎的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进修油画和美术史，实现了他多年来留洋的愿望。在法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艺术的营养。 陶醉于古典与现代的西方艺术，流连在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卖家。不过，3年的异国生涯，却使他那想在巴黎飞黄腾达的意志开始动摇。1950年，他终于决心返回家园。 我觉得有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如果留在法国，那么跟了法国人的眼睛看，跟了他们的生活，如果搞得很好呢，我顶多在法国的那个大花园里面增加一朵小小的玫瑰花，我长一朵小小的玫瑰花，我觉得这个作用不是很大。如果我能够回到中国，晒点条件不好，要开出我自己的蓝莓花来。 开出中国的蓝莓花来，我这样想法呢，就是要创造我自己独立的艺术的生命，不能够给法国人埋没淹没了，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原因，比方说后来中国当时解放啦，我们年轻人觉得中国人民过去那么穷困啊，是不是能够完全好起来啦？在国外呢，受到一些民族的歧视啊。
这些也是几次的问题，也促进我回来。但是最主要的，我抱了一种心愿呢，要回到中国创造世界的艺术。否则的话，永远不能超过外国人。我是这么想法的。回国之后，开始就觉得，其实把西方的东西啊挪过来。但是很多还是不能接受，所以呢，使我感觉到需要给他民俗化，同中国人民更结合，参照世界的技法，学来的西洋的技法不能够完全直接用，要翻译过。所以这个阶段里呢，在生活里啊找世界的道路。在这同时，他也对艺术做进一步的探索，坚信油画必须民族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做到群众点头、专家鼓掌。在作画的生涯中，写散文也是他感情上的寄托。画之余写文，情感无法用形象表达时也写文。他的散文不但写出了他对艺术的看法，同时也记载了他走过的崎岖道路。田爷爷，我们这个文件里面写没插图啊，我们文件里一张插图都没有的，也就是拍的不方便。但那个原作品还是不行。不过他有这样一些插图吗？第一部海外书籍《要艺术不要命》，剖析了他对艺术的执着，也描绘了他和老伴之间40多年来的真挚感情。在一篇题为《他和他》的文章里，吴冠中写道：冒雨在漓江写生，多好的风光，老伴也无心观光。他明白劝阻是徒然，只好助他作画，但刮起大风，画架支不住，便用身体替代了画架。他不仅是他的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并逐渐成为他的作品的权威评论者。哪件作品能放在画室，哪件该毁掉，他衷心地尊重他的意见。在苦难的岁月中，夫妇俩曾被分配到不同的农村去劳动，但是背朝青天面向黄土的生活打断不了他的思路。我看到的周围都是庄稼植物，高粱啊，棉花呀，老玉米呀，这个都是这些这个农作物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它的天地，南瓜那个瓜的藤啊很缠绵，从形式来看呢，那个瓜呀，那个大的叶子长的线，这个小瓜，那么你看大的圆，粗的线，小的点。高粱也是这样，密密麻麻是海洋式的这个叶子，那个形式感里面呢，这个多样的飘动。在这个平凡的生活中间呢，反而看到那个每一朵的野花，一朵一朵呢，它还是很有它的意思。而且今天到明天，它开放的情况不一样了，开得多一点了，这一片的颜色的效果变了，再开得多一点又变了。所以说顶是不足以，实际上3天2天之内，它这个形式效果啊都在变。所以我在观察这些自然的变，照和同老乡的生活的联系，从形式上照它的变化。吴冠中又开始在自己的艺术园地里忙碌起来，
一批批新作品诞生了。七十年代，他除了画油画，又恢复做水墨画。他说，把失败的油画移植成水墨，在水墨中寻求现代化。四人帮倒台以后，吴冠中不但能够又在痛痛快快地画，同时也能同隔绝了三十年的外界接触。一批又一批结合了油画和水墨画的艺术结晶品不断地诞生。一到那个飞行公园啊，最吸引我的就是鹦鹉。没看到那么多的鹦鹉啊，都集中在一起，颜色那么好看，那么会咬，捕得满满的那么多鹦鹉。这个我以前也很少看到，恐怕在别的地方也不容易看到那么多鹦鹉，所以呢，很吸引我。看到的鹦鹉。那么到我的画面上呢，这些鹦鹉的分布啊都是点，很多鹦鹉分布了许多彩色的点分布开了，那些树枝呢是线，那么这个树枝的线的构成就是交错啊有一种结构，那么线的结构中间散布了彩色的点，就是鹦鹉爬在树枝上，实际上是彩点撒在线结构里面，线世界里面有彩色的点，这个腔调啊是这么一个腔调了。这样呢，这个画面上呢，像搞成一个交响乐了，这还是一个初步的构想。我经常比的，这是一个刚刚怀孕，初步还要成长，还要经过回去构思酝酿。有了这个之后，我可以发散。如果没有这个，根本无从起。吴冠中的儿子和老伴也有机会陪伴他旅游。寻找新素材，画出新颖的作品。吴冠中不但是个多产的画家，也是个绘画理论家，能够以巧妙的比喻、恰当的实例来显现出绘画形式美的规律。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那个瀑布能够好看呢？就是一块白下来就完全不同了。当然，这是人工的瀑布，不够大。如果这是天然瀑布，很白一块下来，这一块白的跟其他的对比啊，它不一样了，它就有主题了，就特别好看了。所以前面都是花花的、那碎的、线的、曲线的，一块块的，一块白下来。所以它对我们这些服装设计啊，都从根源启发。所以自然的美呢，启发我们一些美感的印象。所以现在有些呢，甚至搞一条线，活动的什么，都是从自然里那种变化来启发我们。我觉得首先发现题材就是从审美，什么东西吸引我了，那么为什么原因它吸引我，做专业就要分析了，解剖它哪几个因素，无非是从形、从色、从这些关系来分析，这几个结构好看了它就来了。所以有个历史家开玩笑说，如果克莱瓦巴圈的鼻子高一分，罗马的历史要改写了。怎么呢？高了一分，它不好看了，它就在政治上也起很多变化了。那是开玩笑啊，就是叫美丑之间这样一种关系。
吴冠中在探索中西结合的道路上，把中国传统山水画构图的组合融入西方油画之中，让它饱含东方的意境，在油画之中体现出中国画的精神。我觉得绘画它是不择手段，主要看你效果。这个幅树画下来的话，像西方画树的时候，它只讲色调。现在这样呢，我也感觉它这个笔啊很痛快，像中国画里面的笔墨的效果，线要挺白是上去。所以我这些啊，油画并不容易改，好像是油画是可以改的，不好涂掉。你比方说这些地方在白的上面出来黑线，很紧张，错一点你就没办法了。等于在宣纸上面画水墨画画树一样的紧张，一笔就不能改了。你看水墨一错，你一涂，那么下面写的就脏了，就灰了，就不能这个很白不利索了。往往比方很重要的地方一笔下来了，这笔坏了，我当时就出一身冷汗。那可能是因为我不好改，所以这个紧张的情况是这样。所以当我画这些画之后啊，那种地方山里面的虫子多极了，咬人的虫啊，当我画的是到去身上咬虫的时候啊，都没手啊，不能去打那些虫，往往是这样的情况画出这些画来。所以这个现在看70年代这些画，我现在看了我自己也还是很有些感触。我觉得艺术是像一个花朵，我再比较浅一点，比较深刻一点，就是果实要结果的。一个作家要成为一种风格，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时间长了，他追求他的感情，他想画什么，他的感受跟着他的年龄生活的不同啊，才慢慢变化。因此他的艺术追求呢也在变化，画面自然而然的他就成熟这样了。那么这个过程啊，就是慢慢成长，不能是揠苗助长，一夜就能够长高啊，这个不大可能。我一辈子我是从来没有追求过风格，我只追求我的感情的真实。风格是一个后果，结果我走过来了，自然形成了我的风格。风格是果，而不是预先预定。风格上别人去看到是什么风格。长期的辛勤耕耘，执着地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过去30年亲身实践的酸甜苦辣，都成了吴冠中画作的题材。高入云霄的风筝不断线，作品紧紧地联系着人民的心，起着曲高和重的作用。你怎么想着画这个呀？它那个上面你看那个窗子啊，方的密集的都是方块，那个颜色也亮，都方块。以后等会到印度庙的时候啊，下面都是重的，红啊黄啊绿啊，用色彩的上下的呼应，用方块中曲线的对照造成这个画面。所以到对面去看呢，那个要把这个是凳子，是这儿的，这是回他还给他那里，我到那边去接他那个凳子。黑的最后压住啊，黑的一压，它这个亮的，等会这个房子整个都亮啊。那现在都是直线呢，所以这里要，你看，哎呦，它真有钱。还有鸟啊，大概这个节奏。现在呢，关键要去拍那个印度庙去。印度庙下去上去以后都搬了，就搬印度庙去。
都是缺陷啦、啊，这上面。你看，整个都是缺陷，努力的下来真是。纱呢？这个缺陷呢，这边不要了，所以这里没有那个弧线，把这个纱呢，挪到这边来了。哎，行了吧？画那么细啊？啊，够了。画那么细啊？哎，可以了，可以了，嗯，可以了。太细了。嗯，太细了，你看。可以了。回去再补充一点呢，再上颜色，哎，再补充一下，把大概的关系，主要上面你可快方的，下面是曲的，这两种扭曲复印下来，那就是再加工吧，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可以了。